台东县关山国小亚一博的成立的全院第三初，用自费创意发想来做核心的教室，也是由师生捡下来好，再个投名录上来签资料、下场诗、设计技艺，再个结合全国的农业知识，向外发展出无穷用的农业新科技。关山国小的师生下场是自费机械人向下跳舞，也系因为历史危机设计出一套全系统历史本类的机械设备。关山国小的自费创意教室，本身已经教到反起，也好多新的科技。哎，觉得这个很有趣。按照颜色，这个开始走，走到要分类的颜色的区块，然后就把垃圾这样子放下来。在台东县新生国中和东海国小过后，关山国小设立了全县第三间自费创意教室，而加点新的科技创意，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。这些科技技术的应用，让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变得更有自信，变得更有主动学习的意愿。那教育我们现在的孩子能够去研发这样子的程式，那让我们能够创造机器人帮我们去取代劳务。因应政府将学贴贴农业为主，关山国小自费创意教室因为特别注重农业科技，和我老当地的工作人员合作，结合新的科技教育，对学生的成绩点下科技的烟，还一般要机会变做科技的工作人员。下个新闻资讯，台龙不妥。